起学习，充满着好奇，打开智慧的宝库，样样多神奇。一起努力，一起努力，充满着意义，寻觅尝试认识探索知识，轻轻草原上追寻放飞的梦想，来吧最开心的学堂，小学堂。羊羊来寻宝，风雅的古琴。哎呀，我馆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馆长在练习弹古琴。都怪我弹琴不好，古琴才会跑走的。古琴肯定是去找会弹琴的高手啦。继续练习。再难我也要学会弹古琴。那我们现在就去把古琴找回来吧。啊！等等，我还没练好呢。弹琴的高手在哪里呢？找到了。古琴，你是不是想找弹琴高手？其实我也不会，但是为了馆长，先把古琴带回去吧。我就是高手。停！你的方向放反了。锄子一边应该放在这边，而且要录一节在外面。其实我才是弹琴高手，要我给你露一手。哇，好尖的指甲呀！哎呀，我最讨厌剪指甲了！你们根本就不是弹琴高手。对不起，别生气。大神们，我的。终于抓到你了。这琴声一响，整个气氛都不一样了。那是当然了，我们的琴音沉稳而悠长，可以让人的心情平静下来，这就是我们古琴的魅力。废什么话呀，我们赶快回去吧。不行，我要请他回去教馆长弹琴。你不是想离开馆长吗？怎么可能嘛，馆长对我这么好，我才不会离开他呢。早说嘛。馆长，我们回来了。馆长，我给你请来了一位古琴老师。你好。他绝对可以教好馆长您弹琴的。谢谢孩子们了，也谢谢你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努力学琴了。大家好，今天要介绍的是古琴的兄弟古筝。大家知道他们之间的区别吗？我知道。古筝是由21根弦和木头组成的弹拨乐器，而且体积就要比古琴大得多。沸羊羊说的没错哟，而且古筝的琴弦很硬，弹奏的时候要套上指甲，才不伤手，而且音色会更好听哦。那他们之
间的音色有什么区别呢？古琴的音色低沉，古朴典雅，而古筝清脆声大，与古琴截然不同。原来是这样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记住了古琴与古筝之间的区别了吗？古琴有七弦，弦弦入心间，美妙琴声流传三千年。高山流水间，亭台楼阁前，琴是风雅抚琴弦。风雅抚琴弦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！别看我只是一只羊，你早已为我变得更像，天空也为我变得更蓝，白云变得更柔软。喜羊羊、美羊羊、懒羊羊、沸羊羊，嘟哒哒，嘟哒哒。